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有这样一支颇具神秘色彩的战斗部队，他们冲锋在特殊战场，他们的装备技术含量高，战时是应对核生化武器袭击的重要力量，平时是应急救援、反恐行动、安保警戒、卫生防疫的有力盾牌。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神秘的降魔利器。起爆！1964年10月16日15时，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数百名防化官兵身着隔绝式防护服，乘着装甲车，向着蘑菇云的方向勇敢前进。防化侦察分队进入距暴心2900米区域展开侦查，并逐步深入到距暴心950米处，对20个点位进行辐射测量和沾染检查。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半小时，就将核爆炸效应的各项指标数据报到指挥部，从而科学地确认了这次爆炸是原子爆炸而非化学爆炸。中国得以向世界宣布，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5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防化部队和防化装备都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现在跟我一起去参加过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一探究竟。同志们，我们已经到达上级指定执行地点，全组布。作为防化兵，走向战场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规定有效的时间内完成全身的防护武装，做好战斗准备。那么现在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防毒衣的穿戴，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它。我发现穿戴防毒衣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个体力活。我现在最深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太热了，现在室外温度是35摄氏度，我觉得穿上这身衣服之后，体感温度最起码能够上升10摄氏度，可想而知我们的战士们要穿戴着这样一身装备去进行作业和训练，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个经过你穿这一层防护服来看，作为第一次来穿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大纲上规定我们是2分钟合格，但是在我们单位啊，我们这个现在最快的能达到22秒，大部分人能达到45秒之前全部穿好。一般我们一天就是好几十次、上百次。尽管和当年核试验冲锋陷阵穿的防护服一样，都是隔绝式的，但是我穿的这一套已经是第3代产品了，各项性能都有很大提升。我们这个装备呢叫全身隔绝式皮肤防护器材，它主要由面具、连体防毒衣和防毒手套3部分组成。它是设计成连体的主要目的呢，一个是最大能力的，然后提高它的密闭性；第二个呢，也是便于穿着，能够供我们在重度污染区作业5到6个小时。除了我们已知的五类9种菌毒剂以外，还能够防御几十种然后民用的化学物质，比如说蒸汽状的、气溶胶状的、液滴状的、微粉状的等等，它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隔绝。穿防毒衣讲究速度快、气密性好，那么我身上的这套战衣究竟能不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呢？我们还要再过一道关。前方就是我们的气密性检测室，它的主要用途就是检测我们的防护器材。在这里边呢，采取的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在我们检测室中间放了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如果说我们防护不确实的话，就会感到眼睛疼、流泪等这一些症状。一般呢，我们都要在里边走上2圈。现在我已经出来了，在里面我没有闻到特殊气味，说明我的防护还是很严密的。那么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气密性检测室里的刺激性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来实地的闻一下哈。这个味道真的是辣眼睛，我感觉特别的刺激，而且有一种就是让我的眼睛觉得想流泪的感觉。国产防护装备经过多次迭代，如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种类更多，功能更全，防护力更强。这款重磅出厂的防护服堪称防护界的顶配。然后现在我们看这套呢，采用了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和这个外接防护服对皮肤进行隔绝式防护，然后里边空气呢还采用压缩空气，是在缺氧环境中作业时使用。
该装备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重型防护服，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解决了高端防护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问题。与国外同类装备相比，具有防护性能好、重量轻、穿着舒适等特点，保障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人员的安全。看着这些全副武装的防化尖兵，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防化兵的建设和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国防技术的进步，先进的装备为降魔神兵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那么在被毒魔笼罩的禁地中，他们又是靠哪些真毒利器屡建奇功呢？2016年，我军一款最新型防化侦察车首次亮相国际赛场，这辆钢铁巨兽飞奔疾驰，爬山坡、越水障，中途完成了沾染检查、取样等防化作业。在激烈的角逐中，我军代表队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那乘坐这辆侦察车呢，无论是高速飞越障碍还是穿越沟渠，在车里面几乎感觉不到太大的颠簸，这也是车辆扎实的底盘提供的重要保障，也为车内的精密设备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环境。这是我军配发的最新的一款防化装甲侦察车，它采用8x8越野底盘，大大提供了我们的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越野能力和通过各种复杂路段的能力。有了它的存在，既能带我们快速执行合成化应急救援任务，也能够带我们为部队指挥决策和提供合成化防护有力依据。有了密封盖的存在，可以保证我们车内室内空间的亲密性，更好地体现了三防的效果。我们这辆车不仅能在路上行驶，还能在水中航行，它的双螺旋桨动力由水中液压传动系统提供，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在水中航行大大提供了稳定性。机动能力强，密封效果好，防毒防弹，让装甲防化侦察车成为防化兵的战场利刃，伴随合成部队作战时能够与机动部队实现快速机动转移。同时装甲防护能力提升，能够在机枪甚至机关炮实弹环境中实现作业，在战场中拥有了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当然它的拿手绝活还是防化侦察。从外观上看，这辆装甲防化侦察车和普通装甲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走进舱内，就会发现其实内有乾坤。它里面没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仪器和检测设备，可以说这里面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化学实验室。这是我们最先进的取样设备，有了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在车中无沾染进行取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侦查员在车内进行采样操作，侦查员掏出三防手套，然后取出采样夹，安装采样轮，而后进行采样。除此之外，装甲防化侦察车还具备了远程遥测的绝活，它也是很多新型防化装备必备技能之一。2015年8月13日，为支援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救援任务，以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为主体的国家陆上合生化应急救援队200多名官兵立即出动，携带指挥通信类、侦察检测类、压制去污类、防护保障类等5大类防化装备进行先期处置，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红外遥测。穿戴好防护装备进入染毒区域，就要与致命毒剂打交道了。除了装甲防化侦察车，还有一个单兵王牌，就是我身边的这个百宝箱。它里面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有电动机筒、针毒管、顶针、取样瓶、取样铲等等。这是一个手枪样式的刺件，能够保证咱们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工作5个小时以上。新式的针毒器，它的集照明、加热功能于一体的，如果在严寒条件下针毒的话，毒剂的反应会比较慢，这个时候咱们就用这个加热功能。这款针毒器体积更小，重量更轻，集成化程度更高。除了电动机筒，针毒管也是它的亲密战友，主要是利用里面的化学试剂和毒剂进行反应，生成指定的颜色。只有平时咱们在针得更快、针得更准的情况下，才能给后期的洗消工作提供依据。装甲防化侦察车与单兵装备搭档，
真毒实现了远距离侦察与近距离判断相结合，既能够在满足装甲部队的区域作业，也能够在高山、岩壁、低温区域等复杂条件下快速检测，全方位的真毒能力已经形成。事实上，每一名防化兵都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真毒训练，而对于一名老手来说，他能够通过目测就能大致判断出毒气的种类，而每种毒气所反映出的颜色他也会烂熟于心，最后通过仪器检测的方式来判断出排毒方式，从而排除险情。对于一名防化尖兵来说，他可以在20秒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够识别出毒气的大致种类，而这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才可以达成的。真毒最快需要几秒？2017年8月2日，国际军事比赛2017中国库尔勒赛区举行的安全环境单车赛中，50米路段上以25米间隔设置3个化学毒剂检测点，参赛车组的侦查员要快速确定毒剂种类。中国军队参赛车组以34.95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相对于外军车组最快的2分32秒和最慢的9分06秒。中国防化兵突破了100秒的理论极限，堪称奇迹。防化部队是一支重要的战斗保障力量，但实际上他们在实战中还能直接配合地面部队战斗，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有利器在身，而且这款利器还是对付精确制导武器的克星。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我防化兵奉命在伪装的火炮阵地上释放烟幕，炮击前近80个发烟罐先后点燃，一片烟海遮蔽了敌炮兵视线，防化兵首次释放烟幕就建立奇功。如今精确制导武器射程远、速度快、威力大、精准度高，已成为攻击型武器的必备技能，但是它们也有克星。经过多年发展，国产发烟装备已经从简单的发烟罐升级为对空烟幕发射系统。空中烟幕发射器看似远程火箭炮，但弹筒更短，射程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与坦克炮塔和战车车体两侧安装的烟幕弹发射器类似，我身边的这个采用的也是短管来发射烟幕弹的，但是呢，它与坦克的烟幕弹发射器相比，它可先进多了。这辆车的专业名称叫空中烟幕释放系统发射车，而我们发射车上有多个炮管，一次也可以填装多枚发射弹，轴承底座可以让方向来回的转换，高度呢也可以的来回的转换，然后可以达到几乎垂直的效果。如果是一次性的急速发射的话，覆盖面积可以达到几万平方米。指挥车呢，可以和多辆发射车进行一个联动配合，指挥车它可以与我方的防空雷达进行一个数据共享，接收到数据之后对这个指挥车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根据作战指令调节数据对我方进行遮蔽。发射弹采用了一些特殊的物质，它可以对敌方的红外制导武器进行致盲的作用。作为战场魔术师，发烟装备在战场上实施布阵伪装，最快可以在几秒钟内在战场瞬间筑起几十米高的雾墙，藏起一座山。面对这样的伪装，敌人根本无法探明其中的虚实。此时我方部队无论是进攻还是撤离，都能达到安全效果。空中烟幕发射器一旦发现敌方空中侦察力量抵近，发射器就可以多发齐射，在百米左右的空中爆炸，形成一团团的烟雾。烟幕发射器的神奇就在于这团烟雾。发射器根据任务不同，将对应种类的烟幕弹发射空中后爆炸，它们释放的烟幕是一种无源干扰材料，精准制导武器发射的各种波段的电磁波遇到烟幕颗粒就会被吸收或散射。这种烟幕还能降低精准制导武器的探测器敏感度，使其分不清目标和背景，从而达到迷惑精准制导武器的效果。作为人民军队中一支重要的战斗保障力量，防化兵不仅能保障作战，还能在战场攻坚阶段起到摧枯拉朽的神奇效果。这又是哪款利器在发挥威力呢？
随着一声令下，一条条火龙喷涌而出，即使远隔十几米也能感受到火焰带来的层层热浪。这种神奇的燃烧武器能够烧毁易燃军事装备和设施，是攻坚近战的利器。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打响，这是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作战。为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防化兵紧急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喷火连。战斗中，喷火兵与步兵密切配合，喷火连烧毁敌攻势1/3，歼敌1/5，获得了战场火神的美称。人民军队装备的火焰喷射器射程近100米，喷射而成的火焰射流能顺着堑壕坑道拐弯，杀伤隐蔽处目标。火柱喷出瞬间温度高达800到1100摄氏度，即使是坦克也能烧毁部分零件。核生化防护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也走过一条从多国造到国产化的道路。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苏式侦防消发烟和喷火等20多个型号的核生化防护装备陆续仿制成功，形成一定生产能力。1962年底，防化兵领受了首次核试验的辐射安全、防护保障以及技术测试和地面高空取样等任务，为此突击研制了专用仪器、器材、基础车辆。在多次核试验中，防化兵凭借这些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如今我们的核生化防护装备成体系，形成关、侦、消、烟火国产化装备，功能无缺失，手段无断档，有些装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防化兵在抢险救灾、核化救援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后，防化兵部队携带大量单兵消毒装备及喷洒车，为灾区进行快速清洗消毒作业，保障灾情过后不再有疫情发生。2017年7月30日，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人民军队工程防化装备第一次作为一个方阵出现在阅兵场上。沙场阅兵中，多辆工程车辆及防化喷洒车展示着新一代工程防化保障力量的崭新风貌。如今防化兵的装备按照模块化要求合成配置在作战支援营，成为合成作战力量建设道路上的一面旗帜。防化利器与防化尖兵一道，铸就现代化的降魔盾牌。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防化兵过人的勇气，刻苦的训练，铸就一件件降魔利器。而在科工领域，细致、精密、准确其实是每一个工种的必备特质。有一个人10年磨一剑，依靠精准的百万级数据，让我们的舰载机实现了快速安全着舰。今天带您走进国产航母阻拦机安装第一人。航母甲板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设备——阻拦机，能够在3秒内将重达20多吨、时速高达250公里的舰载机在200米的甲板上拦停。这个设备的每一根导轨都有数十米长，每米水平精度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1/6。要达到如此苛刻的精度要求，就必须通过拉线测量来实现。设备啊是高速运行的，而且承压非常非常高，所以对于这个设备的平稳的运行的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10年前，戴振涛接到了为中国第一艘航母安装阻拦机的任务。能否铸好舰载机的这道生命线，没有经验，一张白纸，戴振涛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舰上最大的风险就是安全，刚刚说的环境很恶劣，甲板面很小，而且要求很高。你要说出现安全呢，有可能损失的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你会危及舰面的好几千号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必须要准。但要实现精准测量，难度超乎想象。在运动中的航母上，如何精确测量阻拦机的水平，就让戴振涛伤透了脑筋。刚开始，戴振涛和团队用传统测量方法分点测量，但总达不到要求。
航母的首航日期一天天临近，一次次的测量都不成功，怎么办？在失败了两个多月后，戴振涛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总结了一种叫可移动式的拉线架，移植到我们辽宁舰上。通过这种方法，完了确实也达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设计要求的精度，把每个点的尺寸呢都完好的测量好。如果把阻拦机想象成弹弓底座，阻拦索就是弹弓上的皮筋。由于阻拦索对导轨受力要求不均匀，所有受力节点都会有不同的数值，要达到精度要求，戴振涛在每一个安装点上都必须统筹考虑整个平面、直线、对称度和水平度，这就需要大量的测量数据做支撑。一个点呢疏忽，就造成整个数据了变化了，这幅度非常非常大。为了得到最准确的数据，戴振涛每次测量需要2个小时，每天测量至少7次，其中还有2次测量只能在温度相对恒定的凌晨进行。此外，他还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才能找到一个安装的精确参数，再根据这个参数利用垫片进行精度调整。测量、计算、调整，再测量、再计算、再调整。其实有时候也是比较枯燥了一个工作，但是每次解决完了一个小问题的时候啊，就觉得哎呀，心情又特别特别的高兴，感觉有点成就感了。平时真没什么爱好，爱好就是加班了。时间换来了上百万的数据，这个数据库是安装阻拦机最重要的支撑。上午9时，从陆地某机场起飞的歼15飞临辽宁舰上空。此时，在甲板下的阻拦机舱里，工作人员正准确输入相关数据，根据这个数据调整阻拦机导轨，这将直接关系到阻拦机能否精准拦截高速行驶的战机。轰鸣声由远及近，一架米黄色战机呼啸而落，对准跑道放下尾钩，起落架轻触甲板，尾钩精确勾住第二道阻拦索。随着阻拦索变成V形，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着舰一次成功，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3秒钟。此刻，戴振涛长长地松了一口气，10年的数据计算终于在这一刻落地。中国自主研制的着舰系统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从此中国的飞鲨得以在航母上安营扎寨，人民海军航空兵迈入新时代。又到互动时间了，国防科工，我来帮你问，赶紧扫描二维码，您的精彩提问将会得到专家大咖的精准解答，还有机会获得国防科工送出的独家纪念品。有网友提问，现在反舰导弹越来越先进，已成为打击水面舰艇的主要武器，反舰导弹身材变小，体重减轻，它的性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吗？我们有请特约评论员杜文龙为我们解答。反舰导弹的个头小了，重量低了，但并不代表威力下降，相反，毁伤威力和毁伤效果有可能比之前重型的反舰导弹要更大。三个原因，首先呢，导弹的外部尺寸之前受微型电子仪器的制约，必须要做得很大，这样才能够满足导弹制导稳定飞行的基本需要。那么现在呢，微电子技术快速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所占有的空间。第二是命中精度提高了，像以前反舰导弹，无论是打击的精度，还有命中的概率相对较低。现在的反舰导弹凭借着多重导引，它可以选择舰体的上部、舰体的下部，甚至赤水线以下部位进行攻击，打击效果追求最大化。如果能够命中舰体的核心部位，就意味着今后毁伤效果会比之前要大的很多。所以精度的提高意味着之前这种大体积、大重量有可能不会成为黄金标准。第三是毁伤的威力正在进一步提高，现在新型火炸药技术加了很多新的要素，今后反舰导弹有可能采取高能爆破物，比如说铝、镁等要素的加入，会让现在 TNT 的当量实现之前的5倍到6倍的炸伤爆破威力。所以反舰导弹的威力和能力不能看尺寸，也不能看重量。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一起来看一下本期的奖品吧。
今天的奖品是052D 导弹驱逐舰模型，希望您能喜欢。更多国防军事资讯，更多移动视频，您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国防科工央视频号，或搜索央视军事微博微信关注我们。国防科工，我们下期再见。